有网友发来了一条视频，说新出的火线精英真好玩。看完就有不少网友评论说这是美化包，要不就是 P 图，其实不是的啊，这是一称的卡小枪 bug。 进入游戏倒计时三秒左右的时候，小眼睛拉到下面，跳伞结束的同时挥拳就能卡出来。有趣的是，这 bug 存在了很多年，官方也一直没有修复，玩一称的几乎人人都知道，有兴趣的可以试试。看下一条，好家伙，金刚芭比 2.0， 每次一看这雄伟的身姿，我就情不自禁的笑出声来。方法和 1.0 大体类似，做完动作扔衣服就行了，打卡必备啊。看下一条，这是最近特搞笑的一条视频，据说是老爸在吃饭的时候沉迷游戏，于是正义的小学生立马打算喝止他，结果一不小心用力过猛，就出现了伤敌1000自损800的情况。真好奇父子俩是怎么做到不笑的。太真顶级，屏幕爆炸就算了，还自带变速，打把地铁逃生简直全凭记忆。弗兰克看完都得大呼，这把高端局啊。最近相当泛滥的大悲羊软件，一旦打开就会播放这首跟佛经一样的音乐，而且除了重启之外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关闭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千万不要感兴趣。